来人，带出来！那日我去找你，是想与你谈婚礼的事，却看见了你和他在一起。 有你在就好。你口口声声叫她采薇，还谈论着儿时过往。再回想此前种种，你从来就不喜欢上官池，怎么会忽然和他情投意合？我虽然不知道出了什么变故，但我猜测，杨采薇没死。 还伪装成了上官池，而且还和你一起在查杨继安的旧案。我说的对吗？当年杨继安一家被杀，你作为他的好友作弊上官不闻不问，难道时至今日，你还要做他们的帮凶，连杨继安的女儿也不放过吗？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？我如果是帮凶，哼，他杨采薇早死了100回了。那你为什么出现在失落院？同僚相邀，无意投靠任何人，但也不能不识时务。我带走杨采薇，是怕你连累了潘府。 我现在可以把人给你，但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跟郡主大婚在即，你为何要跟他在一起？你把事情搞得这么大，是在引火烧身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成为第二个杨继安吗？一命而已，死又何妨？你这是欺君之罪呀！我知道，所以在数月之前。 我便以答应父亲，与潘家再无瓜葛。你找到他又能如何？这就是儿子自己的事，就不劳父亲费心了。好，我告诉你他在哪里，但从今天开始，你与潘家就再无瓜葛。<笑>一言为定，<笑>再无瓜葛。<笑>好。 怪我贪图成为皇亲国戚，竟又搅进了这趟浑水。可是我搞不明白，郡主宁愿自毁清誉，也要陪你演这么一出。不是每个人都像父亲一样，凡事只顾自己。来人！ 带出来，采薇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没事。走吧。记住，今天晚上我从未见过你们。走吧。